三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萧亚全。那范宝德的蓝光还有 DVD 呢，即将在3月发行啊。那这次的这个蓝光里头也会收录进《命带追逐》，想要两个版本一次这个收集的朋友一定要把握这一次。那同时也会在 MOD、My Video 还有 Catch Play 这个线上播出，请大家支持。